阿里山松拿铁路伫咧今年七月份全线通车，位伫咧铁路北门车头边啊，丽星大饭店伫2009年兴建完成了后的旱地疙瘩，经过关系和解，由阿里山林业铁路和文化资产管理处接手，伫咧3号公告招商，将以 ROT 出产案来征求着民间业者参与，相继一投资金额1亿3800万，到今申请到10月17号截止。位在阿里山松拿铁路北门车站边啊的丽星大饭店，对自2009年兴建到今，已经有15栋拢无营运。阿里山林业铁路和文化资产管理处在9月13日公告招商，征求民间参与参与市阿里山林业铁路北门车站饭店修建营运移转案，相继的投资金额1亿3800万，到今申请到10月17号为止。林铁处表示，北门车站是旅馆和车站复合的多目标利用建物，北门车站饭店主体是地下一站、地上七站的混凝土各座建筑物，客房有135间，将采取的 ROT 出产案的方式来开发，对9月13日开始公告招商，单标期45天，许可年期20栋，营运绩效良好，会当得到优先订约15年，上佳的投资金也1亿3800万，会当经营大小餐饮、商品贩售，含规划含林体、林业、文化、生态相关的电视营运服务。因为北门车站的饭店除了会当就近来服务着林体专线通车了后，具有陆续需求的游客，饭店周边充满人文气息。而且有真侪个景点，前往文化路上宽只要5分钟。未来阁有林体服务中心、嘉义市总图书馆等等个景点陆续开发，对着饭店经营业者推出另外多元，而且具有在地特色个旅宿方案，有真大个帮助。最新新闻，就丁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